我现在人在羽田机场，今天呢，我要去离东京羽田机场最近的品川水族馆约会。那为什么要去约会呢？以前我们看动漫的时候都有很多情侣啊什么的都会在那边约会，对吧？那水族馆对于日本人来说真的是约会的首选，而且很适合初次约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边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，然后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约会不知道讲什么的话，你们就可以一起看着鱼，然后说啊卡哇伊好可爱哦。里面的话因为有一点昏暗，就是可以偷偷的有一点肢体接触，所以呢我今天也有一个初次约会的伙伴，好紧张哦！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跟他见面，然后我们就要去水族馆约会。嗨，今天，看我的，嗨，我说我要跟你初次约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园女孩嘉庆。嗨，但我是也太 man 了吧？不会啦，我觉得很可爱，而且我们今天很有默契。都是发夹，哎、欸，你人真的很好，而且这套衣服超级可爱，可爱吧？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这衣服呢是渡边直美牌，它叫 Pink News， 然后我这次来日本特别穿它，没错，它就是台湾渡边直美，你看像吗？好，我们今天就会开始会一个蛮三八的状态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要直接从羽田机场，然后拉着行李就直接冲往品川水族馆。Yeah， Let's go， 开始我们的初次约会。都嘞！现在在羽田机场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坐到大森海岸，所以是370金吉线370。拍了，我们就是各自拍各自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刚刚的动作很像那个国中生，还有小梳子。哎、欸，要拍照是不是？嗨。来，我们要出站，出站他就会收走了。啊，看一下我们的水族馆，徒步8分钟，海豚。东京的天气非常的舒服，大概要等到8月才会比较热一点。现在呢，白天大概24、25，晚上大概19、20，超。空气很好啊，好，哎、欸，我被呼叫了啦，我去帮他拍片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品川水族馆，从地铁走过来大概8分钟就到哦。耶、yeah ，现在呢，因为我们刚刚直接从机场过来，我们要来放行李咯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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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re we go。它有很多尺寸，这个最大型的是400块日币，哦，这个是300。小的这个是200。等一下，暂停。你不能放下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今天才不是跟我说你有重训吗？有啊有。你要放那个上面的海豚。快点，来。拜拜。开始。好啊。好。哇。请重训，好不好？闭嘴。该死，我死。OK， Let's go， 我们去买票啦！大家千万不要紧张，就是他买票的地方，他都有日本、英文、中文，所以我们直接按中文。OK， 请投入心中。哇，很友善，很友善。请投入心中。好了，不要玩，不要玩了。好好好。我等不及了，把忍受等待的时光冲特别快。看这一位，这一位冲很快。然后我是不是要讲日文？我要讲日文。你好，怎么讲？你好，怎么讲？包娃，红包娃，台湾进，台湾进哦。台湾人，台湾进です。
耶、yeah, ，门口一进来也有这个一个电子的平板，很大一个耶，好大一个，它也是有中文、英文、日文，也看一下中文好了。哦，哇，所以它其实是有分一楼跟 B 1，我想拍这个。好。Yeah. 你长得好像海豚哦，肥肥的。哪有你？肥肥那你也帮我拍一个。好啊，好啊。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是成群的鱼，超级多的。他们就是那种的卡通里面，他们会排成一个字或排成一个图案那种。这边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水族馆里面拍所有的鱼啊，绝对绝对不能用闪光灯，不要吓到他们了。哦，我现在整个影子跟男友视角，真的吗？拜。大家去。怎么了？大的海龟。有比我还大吗？大，真的很大，你看。我看。超大只。Oh my god！这应该是那个吧，《玩具总动员》的海龟爷爷。对啊，海龟爷爷。应该有500岁，500岁、那个。好大的轰哦！是可以坐上去吗？那个，这个就是那个隧道，隧道，大家可以从下面这样子拍它的肚子。OK， 没问题。好，走。好的。Hello。哎，为什么你讲话的时候他们不吵啊？对啊，真的不太懂这一点。看嘉庆的影片就知道他们有多大声。真的，看我来看我的影片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他们在沟通，他们在开会。好可爱啊，跳上去。哎，好近哦。企鹅交响乐，哇！可以啊，哎，游过来了，啊，好可爱啊！这只好萌哦，萌萌哒哎，萌萌哒，它是年纪比较小，不要再吵了。Thank you.
队在疯狂寻找。看到这么大的鲨鱼，我们底下走。鲨鱼，好近哦！可怕，这个鱼缸里面有两只鲨鱼。来了来了，近哦。很近，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表情其实真的长得有点凶跟可怕，然后那个牙齿真的很恐怖。在水族馆里面，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水母，除了那些很大很可爱的海龟或是鲼或是鱼之外，我真的很喜欢水母。天哪，真的很可爱耶。好美哦，真的很迷幻。水母我可以看一天。我现在在水母区看到了一个超级无敌可爱的水母，快看，是这种肥肥的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奇怪的感觉，很奇怪，好痒哦，很痒很痒。纪念币，我觉得海豚好了。嗯，啊，掉下来了，热热的。哦，真的，温的，它刚压出来，好酷哦。品川水族馆，没错。哎，嘉庆，你觉得第一次跟我好约会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就是你的假男友啊！哎，我从那端方拍那种的，然后我跟嘉庆，我这边要唯美一点，然后我不说话，然后我也是想跟我拿下，因为我们刚刚有个朋友教我们，就是一个爱心，然后一个圆心，然后咬一口就变爱心，他就一直比这个姿势，但是我不是约好说要一直比，一直比。我想说这个动作真的很。我今天学会，我觉得一定要做出来。好了，我等下会做。我们刚刚最后玩了这个拍大头贴，对，超级无敌怀念，而且它很漂亮，它是有美肌的。上面除了有这个海洋的框，你可以挑选以外呢，它就是有美肌。美肌才是你的重点，是不是？因为其实很多这种展览的或者它的大头贴，它就只有光，然后人它都暗暗的。它是很真实，它真实成太 real 了，太 real， 太过真实。不要那么 real， 我们偶尔要假巴一下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影片很 real， 但是这种大头贴就是要可爱、漂亮。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是。因为其实品川水族馆它很大的特色就是，不管是什么海豹、海狮、海豚，都有很多的表演。对。但其实我们原本今天是想要看这个海豚秀，没错。但是呢，因为现在海豚它去生小孩了，所以就是让海豚休息，这很重要。其实小有可惜，我觉得。对，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可以来看海豚。好啊。因为反正它做的很贴心，一个就是可以写小卡片，对，祝福我们的海豚妈妈、海豚小孩。好，希望下次来他们都成长茁壮。没错，而且希望下次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更棒的一个秀。对，然后企鹅不要一直叫。对，刷到企鹅。企鹅真的让我受到惊吓，企鹅真的让我很崩溃。其实，因为我一直在喊，在炸弹园的企鹅也不会叫啊。对，为什么这边的？可能日本人看我们就比较嗨。嗨起来！这次的来这边真的觉得很好玩，而且很方便。那我们的行李就在旁边，等下还要再拿。大家去拿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新田，记得订阅我到，也记得订阅。闪亮放时代，交起。要开小铃铛哦。零零零。哎，再比那个，来订阅。啊，拜拜。拜拜。
来大家，他就是呢我的隐藏男朋友新田。